你好，哇，我叫孔若金，受宠若惊啊！哎呀，没有，我看到报道你这么勇敢，了不起，因为你这样，然后让小妹妹能够免于灾难，而你这样勇敢，也让全国的人都觉得这样见义勇为，而且能够这样第一时间防止罪犯得逞。 是很了不起的，所以特别来看你。哦，说你鼻梁打断，我看还这么漂亮。OK，啊，这是真的哦，真的啊，一下好不好？哦，现在都可以，都可以，不用拍了，一点没有关系，来来来来，好了，拍一下，拍了。哇，我们内政部好，李部长，给你自己，给你自己，内政部的李部长，这个全国的警察都是他。 辛苦在带，就是下面就是警政署长，那个是警察局长。虽然我报案后面的那个就是警察的功劳。警察的功劳，所以他警察特别感谢。我们是你们也是速度很快。速度很快啊！那了不起啊！那这样好，来来来，这是花莲的局长啊。对，花莲的局长啊，哦对对，那这个医院里面的卫生署长，哎，你好，特别感谢，了不起，特别感谢，谢谢，了不起，了不起，啊，那那个行政院的秘书长也都有来了，你看，秘书长，谢谢，哇，今天只有你躺着，我们都站着，对啊，不好意思，还有我太太，太太夫人，谢谢，啊，祝你早日康复。 一张，谢谢。哎，特别来看你，这个全国的同胞都认为你了不起，然后我们希望治安，就因为有很多了不起的人，大家一起来关心，治安会更好。那小妹妹以及很多弱势的人就不会受害啊。谢谢，好，加油。谢谢，我只是做我该做的事，然后受到他们的关注。了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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